跟我来。他死了，旧疾缠身，救他女儿，是不？想不到战卢竟曹帮眼下只有你王彦卿常驻行侠仗，
们刚义军和你相处，一言为定。这位客官可是要去路。世上你呀、啊、你
定天下事。好歹毒的伎俩！二位大侠，严邦以为。少侠施以援手，少侠果然前几日这位少侠多年前的那位将
江湖之大，真不想保重啊。自你走后，你万最近不安分，偏不说，学员，你是不是他妈二逼呀你呀、啊？我想知道。都他妈拒绝好几遍了，还他妈加，要不嘛加好友，你他妈傻逼吧？操你妈的！啊，非他妈等举报啊，二逼，操你妈的。
拦路。可得小心。想不到曹邦一别，我自然是来见你。说来话长，等我找到这里，此事颇为蹊跷。这破庙规模不小。哎哎哎，别，快！
你还好吗？哎，毒性，凶手留的。少侠定是刚明明是他们是想用这些我的这头毛驴。杀是五毒紫衣堂的人。江湖同行不寂寞。想怎么做？
车又识冷月，将死之人速速报上名来。此事关系阿峰，每日都会在。当务之急，下无一子人。走之前，才刚回来。听说你出去，听说这次会报上你的名字。就是天下没什看见那个女人了吗？你我出生入你我哟，这你且听好，铁夫承德意，越讲你可知？不知道就罢了。早年我随父出征之时，啊！
前有金，不如你再想买什么？我这儿也。算算时辰，铁夫城守卫森严，闯阎那就烦请少侠。一个扫把星，刚刚一群马贼。马星，你以为我想？天大的事，我已打听到。明日阿峰会助你进城，为了什么？这是我家大功告成后，你再找死。哎，
夏少侠，还是该称呼你月狼将。我要的可从来不是什么战无尽，而是你。阁下好眼光。巧言令色，快把武穆遗书交出来。月狼将不肯交出遗书，那在下是哪？